紧的鞋子，就是这双 Adidas Easy 的鞋子 ，Zip 把他的鞋子锯断，我真要把它切翻了。恭喜这位得奖者啦，他叫 Miko。本来我们是想要亲手交这相机给他的，但是他是身在东马的人，我们没有办法面交拿给他，所以我们就用邮寄的方法啦。对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邮寄的片段。寄了。对，我现在要把礼物寄出去了。把相机寄出去，放在这边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打铃的玲玲，哈哈。我 prank 的时间，我跟你们说，前几个的影片呢都是达达在 prank 我，我知道你们一直想要叫我 prank 达达了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次呢，我就想了一个，我要摧毁他最爱的东西。虽然他最爱的东西是我，但是呢，我相信男人最爱的东西不只是女人，还有，男人除了爱玩具、爱女人，当然还有爱爷子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要把这双最近最爱的一双鞋子，我相信呢有在看达达的 Instagram 啊，或是关注我们 Instagram 的人都懂，他最近买了一双新的鞋子，就是这双 Adidas Easy 的鞋子。然后这双鞋子呢，我本身不是很了解那么多啦，但是我知道这双的鞋子的价格不便宜，一共有马币1000多块，所以呢，要看我怎么恶整它，扛下去吧 ，Let's go。OK， 这个就是你们所看到的。等一下我要给达达的惊喜，你别以为说我要把偷龙转凤，把假的换去真的，真的换去假的，你当我不可能那么好死。我呢在网上订了一双咚咚咚咚咚咚假的 Easy， 我给你们看，这双是达达真的 Easy， 然后呢这双 ，Oh my God， 超真的。来，你们来看哪一双是真的，哪一双是假的呢？好，所以呢，我等一下呢就要准备拿这个假的鞋子，然后呢再拿这个 zip 把他的鞋子锯断，哈哈 ，Let's go， 看下去吧。OK， 现在我要开始锯喽，但是记得小孩子不要学，因为这个呢等下伤到你自己，我就不懂啦。还有记得帮我先订阅、按赞与分享这个视频哦。OK， 来，锯一半。其实我也不懂能不能锯掉啦，因为我不懂鞋子可不可以这样锯，但是。拜拜，达达可怜的鞋子，下一个会更乖。哇，我跟你们讲，鞋子要锯很难啊，所以小孩子真的不要学，或是男女朋友千万不要这样学，浪费力。其实我应该不用锯到一半了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吓到达达了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，哇，其实你看已经一半了哎，加油，加油。我觉得这个应该已经会吓死了，因为你看他的鞋啊，被喇叭扣死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很吃力哦。你知道现在是夏天吗？哦，对，马来西亚永远都是夏天。我撕开撕，能不能撕开它？我知道，我既然我的前面已经锯到一半，我就锯后面。我从今天开始就要把这双鞋变成拉扣死。已经要结束了，我已经要把它切翻了。我的妈呀！我跟你们讲，我已经花了整30-40分钟的时间在这里，其实我也不懂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来锯这东西，已经花了很长时间。哦，剩最后的这个布，哎呦，崩掉了哦。但是算了咯，我们已经成功了。哼，终于把它配拉扣了。我现在知道叫达达下来看他的喇叭点，哇，都是那个毛。Let's go。OK， 现在呢，我就要打电话叫达达下来，然后看他的鞋子的惨样。哇，来 ，Hello， 哎，下来耶，有东西给你看。来，下来啊，有东西给你看，快点。OK， 拜拜。
OK。我刚刚买了嘞，好美耶！我说是要去仿这一季耶，帅美！你多么像你的饺子，空气凉爽。我要拍给我朋友看，很凉爽，很暖色耶。It's a prank。这个prank也太贵了啦。你可以讲一下你买这双鞋多少钱吗？买这双鞋子近2000块，哇，太新了嘞！我还没有穿到嘞，穿过一次。哇，还刚刚绑这个扣，你看你给我锯到这样，锯到这样，绑这个鞋带，你看锯到端到完，哎呦，累哦！哎呦，哭笑不得，够嗨，哭笑不得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，你给我买，给我一双给我。你要啊？你要啊，那我买给你咯，买给你不要生气、啊、买了一双我要黑色的，我不要，我不买黑色的。那我买多一双给你啊、哦、我买多一双给你啊、哦、哎呦这个假是吧？这个是你真的，这是你真的一季来的。我这双是假哈。对，这双是假的。你被骗了。超级像哎！干！我干像了，我操，超像了。有没有发现到？你去买一双假的、哦。对，我去买一双假的。干像是啊，size才一样哎。是啦，哎，我照你一模一样，你的size都全部买一模一样哎 ，OK。哇，幸好哦，我这双。你的小心脏，你的小心脏如何？不敢说话了。不敢说话了。It's a prank。哇，可是这很真，看看看。很真，这个很真，我干这样的，真的。一双是假，一双是真的。所以等一下你。根本没有差别，是啊，它那十字度。是啊，一样，一样哎。你买超级 A 房啊？对。不然我讲可以骗到你，你是有钱呢你。不然我要讲骗到你，size才一模一样。不然我来去办你也算舍得哎你。Lacoste， 因为这是新的名牌耶。Lacoste， 耶，二等成功。来说一下你小心脏如何。我当时是绝望，我根本没有话想讲啊。我一直想啊是，哎呀，报应，每次骗人玩的都中去那种事。对，是应该的。我真的是难受。好啦，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和订阅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这样的话有新影片呢，你就会第一个时间收到通知啦。我们的铃铛们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
耶、yeah, ！在影片结束之前呢，我们即将要送出这架华为的手机，这次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在底下留言哦，因为我们下一个影片就会公布得奖者啦。对，赶快留言吧。